月13日，林心如参加著名造型师陈森华主持的某直播节目，两人聊到林心如最近主演的电视剧《我的男孩》，剧中林心如与张轩瑞饰演一对姐弟恋，而林心如和霍建华生活中正是姐弟恋修成正果。谈到姐弟恋，林心如表示，在现在这个当下，姐弟恋其实挺多的，因为现在女生越来越独立，在适婚年龄时一直忙于工作，等到忙过去之后，年龄相仿的都已经结婚了，慢慢的回头一看，小弟弟其实蛮好的。而且据林心如了解，现在很多小弟弟都有谈过姐弟恋。当主持人说要检查他的包包的时候，林心如也欣然同意。在林心如的包包中有钱包、耳机、钥匙、化妆包等等。林心如钱包中的驾照也被曝光，驾照上的林心如照片非常清秀。